婕妤，西汉女作家，汉成帝嫔妃，因立为婕妤，后人便以婕婕妤相称。少有才学，汉成帝登基不久便被选入宫中。父亲。女儿，你怎么还不休息啊？明儿可得早起呀、啊，孩儿来为父亲铺床。这些活儿叫丫鬟来做就行。你的行李，看看为父这记性，宫里什么都有啊。父亲，您坐。这使不得，你现在可是贵为嫔妃呀、啊。可孩儿首先是父亲的女儿。又怎么能忘记为人子女的孝道和礼仪？恳请父亲允许女儿再尽一次孝道吧。进宫之后不要想家，而是要想着辅佐皇上，为百姓造福。父亲的教导，女儿一定记在心里，但女儿还是会想着父亲的，因为女儿知道父亲也一定会很想女儿的。婕婕妤初为少时，入宫已有数月，从未得汉成帝召见。言告失事，言告言归。娘娘，你每天早上念的都是什么呀？翠儿怎么一句都听不懂？我念的是《诗经》中《格谈》一篇。读诗有什么用啊？学习古人的德行，恪守夫妻之礼。可您都见不到皇上，这哪还有什么夫妻之礼呀、啊？娘娘恕罪，翠儿乱说话了。翠儿，在这皇宫里只有你我每日相伴，有话但说无妨。我可一直把你当妹妹看待，你心里不会没我这个姐姐吧？那翠儿也说句心里话，翠儿觉得您不必每天都这么守礼，这皇宫里吃得好穿得好，您大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。好，翠儿，我每日读书也过得很开心啊。在我进宫之前，父亲叮嘱我要辅佐好皇上，为百姓造福，而礼是正身之道。如果我自己都没有遵守礼仪，那么即便被召见，我也不敢去见皇上，妨害他的圣名啊。娘娘。班少时，皇上召见您，请您准备准备吧。知道了，老侍卫在外等候。太好了，娘娘，终于等到这天了，翠儿来帮您更衣。
侍卫，在庭中与皇上谈话的可是许皇后？啊，确实是皇后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去通报一声，让皇上知道您来了。不必。啊，您不见皇上了？皇后定是有事与皇上相谈，我在此等候便可。可皇上召见的是您。即便如此，皇后身份比我高贵，我也应恪守礼数，在外等候。这，好吧。皇上，不如去臣妾那里用膳吧。这个嘛，嗯，你们这是？皇上，班少使在此求见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班少使，朕召见你，您为何迟迟未到？回禀皇上，臣妾见皇上在与皇后相谈，便在此等候。皇上，下官本想立刻通报，但班少使要守尊卑之礼，所以要去。没想到班少使初入皇宫便如此懂得礼仪。皇上，去用膳吧。好，班少使，你也同来用膳吧。谢皇上。班婕妤才德兼备，深得汉成帝赏识，不久便被立为婕妤，终日与汉成帝一起读书论事。夫妇之礼，为及七十，同藏无间。皇上，臣妾从这句话中学到，恪守礼仪并非一朝一夕之事，而应持之以恒。嗯，言之有理。朕治理国家，勤政爱民，也应该持之以恒。启奏皇上，有大臣在书房上书求见。嗯，又是兴建之事。白爱妃，朕要去议事，今天就读到这里。皇上慢走。娘娘，我来收拾吧。最近皇上是天天都来啊。翠儿，你是不是有话想说呀？娘娘，翠儿自然是替您高兴了，就怕别人心里有话呀。妹妹。姐姐。妹妹好雅致啊。姐姐见笑了，我只是有些想家，以前常常和父亲一起赏月对诗。是这样啊，来，你也坐下，姐姐陪你一起赏月。可惜姐姐书读得少，无法与你对诗，也不能像你一样天天陪在皇上身边啊。姐姐贵为皇后，我若与姐姐同坐，便是乱了礼数。妹妹懂事有礼，我这个做姐姐的能看到，就怕其他人看不到啊。姐姐的话我会记在心里，以后也会更加谨言慎行，以礼正身。妹妹能这么说，姐姐也就放心了。这晚上天凉，妹妹还是早点回去吧。不过有句话姐姐还是得说，这自古以来人们老说红颜祸水，哼，往往说的就是咱们呢。如今皇上治理天下，姐姐以为咱们做嫔妃的就应该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，朝堂之事就留给那些贤良的大臣们吧，咱们不该管也管不了。姐姐的意思我明白，进宫前家父也叮嘱过，要好好辅佐皇上，为百姓造福，所以进宫之后我从不敢违背礼数，只希望自己的德行不会妨害到皇上的贤名。何事让皇上如此发愁？皇后以为朕治理天下功过几何呀？皇上爱民如子，堪比尧舜。可有些大臣却不这么认为。皇上，难道有人要谋反不成？皇后多虑了。前几日有大臣提议大兴土木，兴建游戏场所，与民同乐，来颂扬朕的爱民如子。朕觉得这是好事，可总有那么几个人还在天天劝朕削减朝廷支出，难道堂堂大汉就如此不堪吗？皇上，皇上，
班婕妤上书求见。班婕妤，呈上来。传班婕妤觐见。遵旨。皇上，班婕妤不是朝中大臣，也给您上书？朕也感到奇怪呀。臣妾见过皇上、皇后。免礼。班婕妤，你来见朕，为何还要上书？回禀皇上，臣妾听闻皇上欲大兴土木，想劝谏皇上，依照礼法应上书觐见。有意思，可你这竹简上写的都是周朝历史，毫无劝谏之言呢。皇上明鉴，自古周朝武王文王勤政爱民，故大周兴。周幽王不理朝政，遇天灾人祸，民不聊生，周朝自此衰亡。以史鉴今，国之时运有起有伏，若君王能够一直保持贤德，则可转祸为福。臣妾恳请皇上能够积攒国库，以备当天下百姓面临困难时，及时施以救济，安抚民心。班婕妤的上书朕收下了。妹妹，不知姐姐要来失礼了。该是姐姐行礼才对。姐姐这是何意？因为妹妹的劝谏，皇上才会同意取消兴建一事。妹妹又为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啊。姐姐过奖了。之前是我错了，如果我们这些嫔妃都能向妹妹修正自身德行，辅佐皇上，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？以后还望妹妹多多指点啊。姐姐。此后几年，国运昌盛，汉成帝逐渐骄傲自满，沉迷于玩乐。翠儿，哪里来的这么多蜀锦？娘娘，都是皇上派人送来的，三天两头就送来一批，不知不觉就攒了这么多。先收起来吧。娘娘，皇上这么宠爱您，您为何还要叹气啊？听我的，先收起来。是。班婕妤，皇上有旨，今日要与众嫔妃去后宫游玩，特意命您与皇上坐车同行，请您准备妥当。知道了，有劳侍卫。翠儿一定帮您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你看，这是我特意做的衣服。姐姐，过会儿见了皇上，你要是穿着这身衣服，就该把我们其他人都盖住了。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娘娘，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啊？这时辰可不早了。我不想换。您是不是嫌衣服不好看啊？翠儿再去帮您找来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班婕妤，皇上下旨，这会儿见不了您，请您与众嫔妃在花园等候。有劳侍卫了。哦。班婕妤，嫔妃们大多已到了花园了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娘娘，您到底是在想什么呀？我，妹妹是想说这油车坐不得。姐姐，侍女翠儿见过皇后娘娘。翠儿，你下去吧，我和班婕妤有话要说。可是，翠儿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您怎么来了？听闻皇上下旨邀妹妹同车游玩。姐姐，我只是一个嫔妃，若是与皇上同车，这岂不是乱了礼法？即便是您，姐姐，我言语欠妥，请您谅解。不爱，妹妹说的对，即便我贵为皇后，与皇上同车游玩也难成体统啊。姐姐，皇上已经下旨，我若不去便是抗旨，去了又有违礼法，我实在不知该如何是好啊。妹妹切莫着急，姐姐不是来帮你了吗？
您的意思是，皇上不见别人，也得见皇后吧？姐姐，您带我来见皇上，会不会受牵连啊？妹妹这么说，可就生分了。姐姐，我也想像你一样辅佐皇上，为民造福啊。皇后，朕不是说了吗？班婕妤，你怎么也在啊？臣妾见过皇上。班婕妤，朕送给你的蜀锦呢？回禀皇上，臣妾让侍女都收起来了。为何要收起来啊？皇上息怒，班婕妤是有事想要禀告皇上的。何事要奏？皇上请过目。班婕妤，众嫔妃们可还在花园里候着呢。皇上日理万机，每天都要阅览上书竹简，肯定是很费神，不如就让臣妾来读给皇上听吧。妾观古图画，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，三代末主乃有婢女。别念了。皇上息怒。班婕妤，朕对你宠爱有加，特意要你同车而行，你却把朕比作三代末主。皇上明鉴，臣妾绝无此意。那你究竟是何意？皇上自登基以来勤政爱民，天下皆知，相伴皇上身边的也应是贤臣良将，臣妾只是一个妃子，万万不敢因为得了皇上的宠爱就乱了礼法，妨害皇上的贤名啊。班婕妤，朕有时很是纳闷啊，你如此懂礼守礼，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？回禀皇上，礼法一部分是从圣贤书上学来的，一部分是从皇上您身上学来的。嗯，朕的身上。皇上，班婕妤的意思大概是说您谨言慎行，满朝皆知啊。皇上，臣妾年幼时便听闻皇上虽贵为太子，仍旧不敢横越供天子行走的驰道，而是绕远路去见先帝，受到先帝的夸奖。确有其事。从那时起，臣妾便知晓皇上必定是圣贤明君，所以入宫后，臣妾也一直以皇上为榜样，时刻提醒自己恪守礼节，只为不因自己的言行而损害皇上的美德。皇上明鉴，班婕妤确实是严于律己，从不敢有半分松懈。班婕妤，上书觐见朕的嫔妃，你可是头一个。你的话，朕听着心里欢喜，但又不欢喜。皇上，皇上，时辰到了，嫔妃们已全都在花园候着了。传朕的旨意，都散了吧。把这个也拿去给他们看看。班婕妤上书觐见之事在宫中传开，汉成帝虽纳其言，但也难免引起他人的非议，落得个干扰朝政之嫌，渐渐失宠。娘娘，皇上正在与众嫔妃赏月，怕是不会来了。翠儿饿了吧？去吃口点心吧。翠儿不饿。翠儿也想家了吧？皇上驾到，太后驾到。臣妾见过皇上、太后。侍女翠儿见过皇上、太后。不知皇上、太后驾到，臣妾有失远迎。班婕妤，你可后悔？回禀太后，臣妾不知太后所言何事。班婕妤，哀家听闻你依照礼法上书觐见，如今受人非议，遭人冷落，你可后悔？启禀太后，臣妾入宫之前，家父曾叮嘱臣妾要尽心辅佐皇上，为民造福，所以臣妾不后悔。好，好，古有樊姬，今有班婕妤，实乃我大汉之幸啊。皇上，以哀家看，这是上天在保佑您呐。母后，儿臣知错了。班婕妤，
是朕辜负了你的好意，以后朕会常来同你一起读书，增进德行，为民造福。皇上爱民如子，臣妾也更应该克己守礼，尽臣妾的本分。好了好了，今儿是中秋佳节，一家团圆的日子。班爱卿，你进来吧。臣班旷见过皇上、太后。班婕妤，父亲。班爱卿，快请起。谢皇上，您的女儿如此懂礼，该是朕谢谢你啊。爹，女儿好想您啊。乖女儿，爹也好想你呀。此后，班婕妤不论境遇如何，始终恪守礼仪，辅佐汉成帝，在宫中留下美名。班婕妤贵为嫔妃，知书达理，不贪图名利富贵，只为保全汉成帝的贤名，不愧为女德之楷模。他的为人正如同他仅存的诗作一般，用意委婉，音韵和平。